我们碰过去就可以下去吗？哦，上去了。哦，这个有点特别的刺激，就一个没有。哦，这个，哦，看到你看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呢，这不是什么海丝啊？是不是？刚好这边这边可以看，是不是？我们过来下去看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可以。还有。这个乌拉车就算了，我也看过。你看，又长耶！你看，又挺。你看，这些白色的小船里面，这都是私家的，有钱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玩的那些项目，那边那边那边这些我们都是玩的项目啊，那个蓝颜色的那个极速列车。哇，这里面是这个样子啊！这个下去就只能做一个海洋那个两个人。哦，那底下有个飞椅，有个小一点的，我们去坐那个吧，好不好？坐那边，坐没有人附近，坐往那边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这个，先看海豚，我都看到了，你自己在家看，你看，它是不是在那里？它那边在海里呢，没事，这你看吧，我不用买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，是不是它游出来了？你看，黑黑的，肥嘟嘟的身体，是不是？我都看到了，你看。我们刚才坐了的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是不是有海豚呢？没有海豚，海豚在这儿啊。大鲨鱼。是鲨鱼吗？鲨鱼。海豚。我这是怎么？这是怎么去啊？我都不知道。这是海豚，那不是海豚。这不是海豚吗？这底下。鲨鱼。海豚在上面，它有什么？有啊。没下去，没了，真的，真的没了。这就没了。明明是海豚，我说话这不是有那个雕塑中的写的吗？海豚。那不是有海豚？那不是有吗？那不是在上面吗？是不是就是下来了？真的是感觉。是不是不刺激？哎，放心的，哎，老板，这家呀，第一个的部分。